号打一把，年号几年没上段位低，打不了。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两级血 W 吧，买的多难。他这种号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要站在兵堆里面跟他 Q。你看，像这种吃他 Q 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你知道为什么不能站在这种位置 Q 他是很危险？你 Q 他一下，他 Q 你一下，然后你吸引小兵仇恨，他加速拉开了，你家小兵不打他，然后你被减速了，他们家小兵追着你猛猛猛猛 A。所以你恢复能力并不强的情况下，打石头人不要站在小兵旁边 Q 他，他要 Q 你，你就给他 Q， 不用管他，你补你的刀就行。怕就怕他 Q 完你开个 W 上来 A 你就很麻烦，所以旁边要有刘统子，刘统子就不用怕他上来 A 你，他这种耗是耗不动我的，统子是不会吸引仇恨，问题就不大。要再吃一口 W， 这个地方 Q 他是可以的 ，Q 完进场没有吸引小兵仇恨，问题都不大。来，你到现在一瓶药没吃，没门，状态一直是保持在三分之二左右，然后他快没蓝了，少点用 Q 就行。你吃瓶药行，他已经没蓝了。你前面要是用 Q 用的太多，小兵打你很多下的话，你就扛不住。所以你们有的时候打石墩很难打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你 Q 他这吸引小兵仇恨，他给你减速，小兵就追着你猛打。那单纯吃他的 Q， 他是没有很变态的伤害的，没有很夸张。但是你要是问我打野抓怎么办，我建议是等死。刚好我跟他野味直接到了。What the fuck you say, man？ 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你他妈的！还他妈敢 Q 我一下是吧？更多不要。屌吗？先扛个桶子先，他有 Q 我可能会过来打我，他过来打我，这个桶子就能起到作用。他不会突然升六了吧？应该不会。这么稳定的吗？当心炸药桶！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快六了。忘记事情，更不会忘记仇恨。打死！操！一线快进塔，快快快快快快快！我还比他先六，那还行吧。不要相信别人。这换掉了有点烦。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1200。好像没比我高百分之十。好歹你洗个澡吧。脏东西。渣子。就到现在才130。清算就要来临了。不动。妈的。我操，打雷了。
我打雷了，好害怕！有没有某某宅安慰一下？好僵僵吗？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爽到极点，把残忍带给所有人。不要以为我那我毙了嘛，有什么好说的吗？反正我钱够了。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谢我命由我不由天送的粉丝牌，谢谢。我在龙华，不在龙岗，早就无可再痛了。我现在害怕瞎子抓我。有侥幸心理，我要把那不是烂串，那个是珊瑚大哥。哎，妈的 Q， 差一点点，可惜了。人人有份。我看起来很有爱心。我四号请吃饭呀。四号你们应该还放假吧，四号我也休息。人人有份。死亡把我吐了出来。这把就不买狂妄的吧，这把正常出。Man， 哎，不管我就猛猛猛猛刷。我看一下红，这瞎子没在下。这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感觉不对劲就闪现跑。留个眼线在外面。今夜你会不会来？ Shut down. Enemy double kill.我的仇恨将沾满鲜血，会再烦我们家野怪吧？他妈的有红不刷，踩我躲子。狂杀亏点线也能接受吧，还行。憨批石头，怎么这样抓的？仁慈已经和我的船一起沉没了。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好，我行，不打了，打不打？我清完
清完线我就走。烧吧！啊？什么意思啊？爱屌你！靠，都大没了！要看我好好先生哦。预示着我的归来。An ally has been slain.我虽然失去了船，就不给你 Q， 他妈急死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瞎子在后面。喵的，天！大哥，他们人好多，你顶住，我先补两刀。这人有个眼。神仙呢、啊、你是干嘛的呀？渣子，好走多了。外面下好大雨，缓慢死去。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冷静一下，兄弟。装弹，你这也很大，你最好说的是那个很大。当你说你很大的时候，你最好很大。我很少忘记事情，更不会忘记仇恨。不要相信利奥吉沃特的鼠辈，脏东西。An enemy is unstoppable. 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我还得刷到十三。妖姬现在对我威胁很大，能秒我。兽环主播举报你，哈哈，我哪里兽环了？想要告你毁谤哦。清算就要来临了。妙啊！连人带野都给你们收了，妖姬快出来了，撤！该下了，那没事。哎，老子把你塔给你偷了，刚好这波兵线多，快！啊，妈的 fuck！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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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用的不大的。大条毛啊，这不跑还开大呢，无可再痛了。本来就追不上我，开大把我打死。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不要有侥幸心。嗨坤练习啊，太困没了，我看见乖乖回来，不回来拉倒。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当心炸药桶！幸亏我干没大，不然我杀不了妖精。人人有份，脏东西，你还没见过血吧？还没。这发黑毒啊，有点，赶紧把药卖了，不然兄弟们问我为什么不吃药。我们才300，他刚在河道那里死了一次啊，机器人的东西。哎，石头人要打我，加其他人打我的话，我好像活不了。死亡把我吐了出来。中找到了我的憎恨，等两秒，等两秒再打，全部都有。大海没有尽，但我有。在下拿海洋之灾誓言，他的卡老子今天就走呗。我是我操，还行，该杀的人都杀了，兄弟们看一下我战绩，喵呀。在线经典，喵呀！
再烧下你，你就没了，你就烧吧你，硬烧吧。兄弟们 ，follow me。No 小龙 ，Let's go 大龙 ，OK，follow me。那我们两个打，我们两个可以打。嗨 man， 别半仙。队友死光光。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掉了，烧吧！嗯，我虽然失去了船，想不开是吧？失去灵魂，嗯，你小子想不开是不？言语毫无意义，血肉不在。脏东西！渣子！那我从下路开始拆，这对面还有很多塔都没拆。不拆塔怎么赢游戏啊？人有份，回来时会变得更强。我一发 Q 他就萎了，他还搁那烧呢。喵，还是我的头。要时刻留心背后。看鸡毛呢你？一天到晚搁那搞搞震。啊，哎，还好的是没进塔，差点又给你小子骗了。你又在干什么？下冰雹就是下冰块啊！哎呦，阿文，冷静了没有？嗯，这又是为何？完！我操，我 A 分身了！哎呀，我这局怎么放嘴里的？屌你！
好家伙，你怎么还跟对面打配合？不是不吃，是不想吃。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清算就要来临了。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不要有侥幸心理。An enemy has been slain. 杀手马头上。又一个。这种伤害，这是哪位勇士？又 A 分身的，看，记住。You have slain an enemy. 人人有份。脏东西。表姐喜欢说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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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有份后来先没马的发个后来奉献扎哎呦暴露了坏了兄弟们等发条过来一波的呀打个金毛喉咙啊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啊操这也能偷135哎哥们给我查一下加速啊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骚啊啊他喵的老哥我干什么